好，肠粉用好了。要加油葱酥吗？啊？油葱酥。好，哎，酱油就好，酱油就好。好对， okay， 谢谢。要不要辣？不用辣。好。爸爸，这就是肠粉了。对啊，它就是很像肠子，所以叫肠粉。对，把它卷起来。哇。没有酱油哎。对，好 ，OK。好。OK， 我快点吃一吃。弟弟在吃广东肠粉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哈，我也觉得很好吃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那你要吃吗？我等一下要吃啊，我先等你吃啊。如果吃完这一口，你就可以吃了。嗯，等你吃剩了，我再吃。